我没有想到我能成为真正的飞机设计师。我从小喜欢飞行器。你要设计好一个飞机呢，你一定要学会飞行。那么我去澳大利亚学习，也飞了很多小时，跟了很多那个教员，那么也去美国飞，也去德国。第一架呢是墨子号能力飞机，那么这架飞机呢，它很特殊，也很纯粹，就是为了让你体验它的一个飞行。很享受看鸟飞行，它飞的状态很吸引我的。从羽毛一直到它的骨骼，到它的肌肉，包括它的形体的形状，天生就是适合于飞行的。所以做飞机设计师，我最大的体验就是可以把一个自由自在，或者是比较狂妄、比较随性的一个人，会把它变成非常逻辑化的人。飞行器是一个平衡啊，你要不断的去摸索，不断的去试验或者推敲。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，我一直在追求这种极致的设计，很享受。